在没多久就是母亲节了，今天走了一下我们市府里面，送小蛋糕跟送花给我们市府里面的同仁，还有志工，还有我们今天好多来市政府洽公的朋友，趁这个最温暖的时节，祝我们桃园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，也跟我们桃园所有的市民朋友提醒，不要忘了要回家，祝你家里面的母亲女儿，反正就是当妈妈的每一个人都要母亲节快乐，阖家快乐平安，谢谢。明天就要开始启动我们的产妇的这个产后心理諮商，这个是我们所有的妇幼政策福利政策里面一个新的项目，从明天开始启动。产后的这些妈妈们如果觉得需要有人跟你谈心了解你的问题的话，不要客气，我们市政府都有补助这个产后心理諮商，大家可以充分的运用，谢谢。有什么条件吗？没有条件，只要是刚刚生小 baby 没有多久的都可以啊，谢谢。当然要女生了啊。好，谢谢谢谢。